你这写的都是京海建工集团部门负责人的名儿。我跟你说啊，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置我于死地，你耽误什么时间？赶紧去调查他们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哦，我解开，阿金，阿金，我投诉你！你在说什么？别管。 你是刑警队队长，你在违反规则。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，有证据吗？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，他为什么要把凶器放到自己家里？安心，你别傻了，行不行？他利用的就是这一点，造成他们冤案的假象。那你可以忍呐。对待这种败类，就得这么干。你看没看他给我提供的名单？你看没看？我看到了。那给他是什么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。如果有人要动手脚的话，当天晚上关天佑镇的时间，你现在锁着他，这怎么回事？那又怎么样？我就锁他了。解开，不解？解开，不解？解开，滚！拿钥匙，跟你说了，你别管，你把钥匙拿。